超级小公主 Knacking Girl 是一款配合音乐节奏玩法简洁的动作节奏游戏，清新的游戏画面和独特的游戏方式，就算是对于音乐游戏不熟悉的玩家也能不自觉地沉迷在其中。操作方式相当直觉简单，左右滑动画面来移动跑道，上滑则可以跳跃，而点击萤幕能将一路上阻挡你的海底生物打飞到九霄云外。游戏中玩家扮演着被绑架的哈曼尼公主，随着剧情脉络逐渐逃回自己的王国，途中与象征两只角色的神圣音叉一同冒险。而当不同时空文化的相遇将会对小公主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？请大家跟着小公主的脚步拭目以待吧。